不要想那么多，哎，这个钱真的是要用，正好用的话，那谁管得了你？那是你的权利。可是你一次要领300，那家里没有没人？没有，我见过，我在家里全部都上班了。都上班了、哦？你今天你这个钱是你是要领回家是不是？对啊。那可不可以可以知道你要做什么用的吗？买车啊，还是贷款嘛？跟贷款什么都可以啊。来宾二，不是你用钱啊？对，看你都行动了。啊，家里面的，家里面可以，这个300万，这么多钱要做什么？家里面会关心吗？不是啊，小姐，那是给你关心，给你叫我们骗你啦。啊，你若叫我们骗了，这个再过来的时阵，我感觉无意义啦，吼。知啦，我是给你讲，所以给你提醒你啊。